星星啊，我听说最近地球上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，又多了一种生物叫女汉子。这是什么东东啊？就有这么一类人嘛，他们品质真实善良，生活独立，头脑灵活，宽宏大量，不拘小节，有助于促进我朝和谐。微臣明白了，皇上是想把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，可是微臣并未感受过女汉子的魅力啊。你随便感受一下，魅力无限。皇上，你尽管放心，微臣去开发更多的女汉子。同学们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呢，是教大家如何变成一个女汉子来造福天下。听我们的笑声还不够女汉子啊，么么哒。其实你们还不算合格的女汉子。哎，爷，我们凭什么不算？哦，一些女人用外表的不羁标榜自己是女汉子。行了，那你说怎么才合格了？好，首先女汉子们的自称不是我，而是老娘或者姐。而对话方面呢，要彪悍有力，例如么么哒讨厌了是绝对不会说的。他们会说，大爷的老娘想唱歌。大爷，我不要唱好汉歌啊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巴西的汉子美男友啊，嘿嘿美男友啊，你骂我走话头头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心里全都自己扛啊，嘿嘿自己扛啊，一生一个几痛啊，如今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见己有啊。其次，女汉子还很重义气，一般女生间吵完架后见面常常是这样，贱女人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那还要怎么样啊，抱在一起聊重口味啊。那恭喜你都会抢答了。今天一桌菜都是姐做的，味道怎么样？这是人吃的吗？你不是已经吃了三大盘？你看看那盆牛肉，爷吃到第三盘才发现那是牛睾丸。闭嘴，你回家刷个牙不就没事了？你看他来了。 Bonjour Bonjour。 哦，好妹子们，你们看过那个新出的恐怖片没啊？哦，那个女鬼弱爆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的呢，是为何女汉子越来越多？还不是因为男人越来越娘炮啊！哎呦，轻点，你怎么越来越女汉子了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越来越娘炮啊！你系统自动升级还赖我啊？不怪你，怪谁呀？这个社会阴阳失调了，不得我们女汉子来平衡啊！再说了，我要是不牺牲成女汉子，谁给你看激励啊？还有些女汉子虽然外表柔弱，却力大无比，惊呆了她的小伙伴。官人，让我来好了。不，哎，你一软妹子逞什么能啊？这一带呀，比煤气罐还要重两倍，你提不动的啦。见证此进时刻到了。哇，娘子，你真是深藏功名啊！官人。